各位啊，各位啊，出事了，阿伯，阿伯，出事了。昨天晚上呢，我想要骑回家，就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就是我没办法转到岸啊！我操！看，沙小，是沙小。没办法，搞什么？搞什么？我还去检查了，是自己的车子。我还检查了，钥匙是不是我自己的？没错哦，搞什么？没错哦，奇怪了，妈的嘞，什么鬼？然后呢？正常来说，手龙头要压再转，但我不用压，我直接转，屌不屌？屌不屌？就问你屌不屌？妈的，什么鬼？什么鬼？估计应该是卡住了，只能拿去给车行看了。哎，走吧。是要说一些通关密语，并没有。我觉得应该他没有往上弹。你都有喷油吗？有，我昨天有喷WD-40，然后弄了快一小时也不行。是不是要拆开检查？这个没办法拆呢，这没办法啊。因为这个锁头里面，我们不基本上都不会去干涉，顶多就是换油，不会去说把它分解之类的。嗯。啊，一般就是遇到坏的油后就是换新。嗯。这动作就是误动作，就是可以开，然后可以拔起来，一般都是这样。嗯。可是他没有遇过打不开的啦，都打不开的，他真的很少。还是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开法，我三圈绕三圈之类的，并没有。One week later， 最后决定买一个新锁头。我看网络说油箱也要拆，也要下。要求现在变。对吧？你来看一下，我不确定。你要土啊？啊？影片吗？没有、欸。我先拆一下，不行再说。好好。要拆油箱吗？然后我想说，哎、欸，可以拉起，好像完全拉不起。嗯，算了，真的在里面。哇！你可能帮我一下，帮我倒底。Five minutes later， 锁头跟油箱都装好了。有点暗了，要不要赖打？啊？赖打看一下。run。不好，不好吧？人家是拿出来了，我吓一跳啊！趁老板在跟他家人讲话的时候，拍一下这颗有够麻烦的锁头。老板，我好像发现了一个问题。我好像记得这个是在下面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不对，应该在上面。是上面吗？哦，好。没有，因为你牙是在下面啊。我也觉得怪怪的啊，因为我觉得跟刚才不太一样。因为我觉得这边有点就是高空，对吧？因为我觉得刚才怪怪，因为你是在这下面的、啊，知道意思吗？嗯。是铁片就是要在下面，最下面就对了。嗯、这等于就是螺母的意思。嗯。好，所以应该是上次你装错吧？哦，好，觉得好，这样才对啊，欸，你才可以锁得紧啊。嗯，所以我不知道刚才他怎么锁的。
东西。基本上就是要换里面的铁片。如果没有那种，好，没关系。绿的，空的。再往下压。哇，完了，没电，为什么？靠背。是不是太两？二三，礼拜二而已。其实是上礼拜二到这礼拜四，笑死。还是你边再吹一下油门？不是吧？它有灯吗？灯没有，没有开。没关系，如果发动不起来，我就在我家那一条推发。那你为什么不换电瓶？我想说它应该是好的，还是有问题？帮我压着。你都这样吗？这样吗？压着。好。可是我现在就帮你触发，你等一下可能那电推发加小油。明天啊，因为我等一下也是用铅回去，我没戴安全帽，啊，我怕观感不好，所以没有要骑。所以，我等一下也是一样铅回去。真的？对啊。假设啊，就是换电瓶啊，换一般的小电瓶应该就是可以。因为压降太低了。这中柱有一点难下。哇，对。哟，这个就是旧锁头啊。那我现在就是要拆开看看里面到底是在啥小啊，不是是什么问题。逃开。下面这部分检查不出个所以然，所以改拆上面。看，看我呀，怎么那么紧？自己打开好像没用。哪里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可以？傻小。Yo, 我好像知道什么了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一颗？不是吧？靠呗，就这一颗小石头。其实呢，这根本没有坏。全部都是因为这颗小石头，就他妈因为这颗小石头害我没办法转到岸。好哦，那我现在就是要还原当时的情况，当时的情况应该就是这颗小石头，对，不知道什么在里面，不知道啥小。然后呢，当时就是骑车嘛，岸，骑完车 ，off， 下车锁龙头，那颗就跑到边边去，就卡住，就没发现，就走了。有一天晚上回家嘛。打开解锁龙头，准备要转到暗的时候，傻小，我怎么没办法？为什么？对，当时情况就是这样，在那边试了老半天，什么都没有，那个小石头就卡得很里面，然后我就哭了啊，不对 ，OK， 那最后想跟大家说的是，下面留言，小石头。
抽起来。干你娘！啊，不是，最后想跟大家说的是，钥匙孔记得检查一下，有事没事就检查一下。然后呢，这个能锁就锁一下吧。对，就是这样。